你好，我是 Christina 黄伟轩。今天的快问快答挑战的是，叮叮，很会唱歌的孙盛希。嗨，我是孙盛希。讲到快问快答的话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不知道耶，食物。晚上的时间大多数会做些什么？看手机。看手机都做什么呢？滑手机。那自己本身会不会喜欢喝咖啡？喜欢。喜欢的咖啡是拿铁。那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每一天不喝咖啡都不行？啊，不知道。我明白，因为我也是。自己喜欢下厨吗？偶尔会。拿手的是什么？海带汤。都煮给谁喝？生日的时候尤其，我或者是重要的人的生日的时候。重要的人，我们要放大他，放大大。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？最近就是昨天吧，公布金曲奖，我没有入围，我心里哭了很多次。如果有入围的话，你最希望入围的是哪一个奖项？女歌手或者是专辑。那此前一定要完成的愿望是什么？跟 John Mayer 合作。不是结婚生子吗？哦，这也是对。可以秀我们一个你自己觉得特别自豪然后呢很厉害的一个才艺吗？西式转音。 Let's talk about love, just talk about love, 不错，真的有转得很厉害。跟这么多歌手合作，你觉得你目前为止最开心最兴奋的是跟哪位？想要合作的吗？也可以。林宥嘉。不错啊，听到了 Yoga。 然后呢，你最讨厌做的家务是哪样？丢垃圾。怎么会呢？我觉得丢垃圾最方便了，因为不用洗碗，不用洗衣服，那么辛苦啊，别人都包好，我只需要丢就好了。那收垃圾好了。好吧，今天谢谢盛希挑战成功，谢谢你。Hello， 8864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西西孙盛希。如果想要听到我的歌，或者是想要关注我的话，来到我的 Facebook